10月16日 ，Lisa 和珍妮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。作为首次登上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的韩国流行偶像 ，Lisa 在2024年秀场上的表现令人瞩目。此次活动是维多利亚的秘密时隔5年后回归。Lisa 从公布消息之初便备受关注，她在舞台上演唱了《Rockstar》《Moonlit For》，展现出迷人气质和出色的舞台表现。尽管观众反应不一，但她的魅力无疑为她赢得了掌声，成为维密秀上全球最受关注的名人 Top One。与此同时，珍妮则在美国的吉米秀上大放异彩，首次演唱了她的新歌《Mantra》，引发了粉丝的狂热反响。这是新歌发布后的首次亮相，展现了珍妮的独特风格和强大现场演唱实力。其服装造型也引人注目，珍妮穿着一条来自越南品牌的超短裤，烧字、叉字等餐具做短裤配饰，凭借大胆的时尚选择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，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，证明了作为全能偶像的实力。总的来说，无论是 Lisa 还是珍妮，她们都展现了 BLACKPINK 成员的巨大影响力，再次证明了这支女团在全球范围内的魅力和号召力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